整个就不行。怎么感觉没很难啊？我也觉得没有很难，装备起来变好简单哦。好了，最终决战了吧？Pete has a new boat, and from the looks of it, there are several features probably not legal for civilian use. 我看少一条腿这样子。So you found me. 哎呀，假腿。So what? 啊。Pete, I don't know what all this is, but you're scaring us. What you got to be scared about? You a shark?Pete, I don't want to, but I think we need to get the police. Maybe the Coast Guard involved. You think I'm crazy? Ooh. I'm the most sane man you ever seen. Look, I didn't get here easy. But when some shark take everything I got, I give her the same chance she gave my boy. 什么？他说我夺走他的儿子，是他先来找茬的吧？ The f- of my boy. 对不对？他不先杀我母亲。我会报仇吗？哦，他把镜头打爆了。他把我镜头打爆了。Pete has built an impressive battleship, but will it be enough to endure the prehistoric might of a mega shark? 和他翻新的二战时期的攻击舰，要去打王了啦。可是我这个都还没有趴树，还没有弄完嘞。我想去那边看一下，待会再去最终决战啊。啊？等一下，我先游过去，我想要找一下啊，这边有个问号找到了，那我还差一个，应该是在这个区块哦。是什么？强化软骨，新的有怪兽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地狱之门呢、欸？我可以解放它出来吗？还差最后一张哦，最后一张车牌在哪里？找不到。搞不好打完王就出来了，好吧？想说一次把它找完，然后再去打最后的尾王，对不对？完美的 ending， 一样没有问号。开打。Hello there, girlie. As you can see, I came prepared today. 他后面一堆炸药呢，打了啊！到底是带什么 ？PT 艇，还有防护罩呢，哇！他放的这个有闪电哦，有点凶哎。有点痛，没那么容易啊。先补个血。他真的是要我置我于死地哎。这个防护罩，可以用这些海中生物攻击吗？还是他发的飞弹，我用尾巴可以打掉？用尾巴去打，会没用啊。尾巴长小，再来再来，没有用，尾巴帅气打下去啊！没有鱼可以让我补血了。扣血！哎、欸，怎么人都下来了、啊？
他们全部自己掉下来嘞，好笑啊！他被我的那个毒给毒到，全部掉下来了吧？他这个飞弹怎么停在那里啊？我可不可以用啊？可以咬欸，可以咬飞弹欸，好帅哦！还不知道怎么让飞弹停下来。吃海龟时间，干海龟过来啊！停不下来啊！把鱼雷发射在它的上面，重点我不知道怎么用啊，也咬不住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让它停止啊，用发电的。哦，有了，这样子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可是咬住它就松开了呢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咬住那个飞弹啊。按住，按住没多久，它就飞起来啦。还要瞄准那个位置啊！他又自己掉下去了。你看他又松开了，妈的超难搞啊！想说咬住还可以瞄准。这样子他还要用侧面方式去那个，不行，我靠近我会很痛啊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有没有完全不行啊？用左键打会不会啊？右键打大概知道了，用尾巴打过去行不行啊？他那个笼子快爆了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飞弹超多的，咬住用尾巴打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屁啦，打不出去，算了，只想试试看可用尾巴打而已啊。又来增援了，不用增援了，不用增援了，还要打爆、啊，补血啊。
补的有点慢了，那伤害蛮高的。那么动作声音怎么弄那么慢呢、啊？剩下皮特了。哎呦，有哦，其实是可以的啦。有啦，对，不知道怎么打了，快死啦！他另外一边防护罩爆了，可恶，动太快跑掉了。再来啊！拜！最后一集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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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难打死！皮特要去了，两只脚都没有喽！不是鲨鱼杀手吗？啊！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嘣！哇，这居然是英文嘞！然后我就死了吗？我跟着去了，他死掉了。我也跟着去了，这样子。I suppose there's a lesson to be gleaned here. Something about how the increasing commodifica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has placed humans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an environmental apocalypse. But this is a basic cable show where people tune in to watch sharks kill people. 猎杀人与食人鲨，他们在讲节目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电视节目啊，伪纪录片是不是？直接跳过了，对，我死了。然后呢？好，可以继续进食和成长进化了。我玩了11个小时，96%。派对之后 ，Can the shark discover the miracle of self-love？ 结束了呢，我还是找不到最后那两个，我想哭。在哪里啊？那我们拿到什么新东西啊？我就觉得你破关好歹你给个新东西之类的吧。对啊，我看一下，多少已经满了啊。给个新的 skin 造型，或者是新的能力之类的啊。他说他会进进化，然后吃东西啊。对哦，可以再进化。可以再进化吗？对，他说可以再进化。等级已经满等了，怎么进化、啊？应该不是那个意思，还是说可以继续做之前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啊？当然是死了、啊，只是他故意给你一个没有死的一个结局啊。他那个剧情应该是同归于尽的啦。他们是直接飞上青天，快要了，快要了！嗨，嗨，妈的！我故意在上面。好了，
The ocean waters are driven constantly by tides. 香农上校上尉西姆斯，好挫哦，你要死了。是这一招吗？这只渔船而已、啊。这个，各位就是你，你给我出来哦，不要追躲、哦。我看到他在里面，不敢出来，跟懦夫一样。78-mile coastline, there are 35 miles of sandy beach, only six of which are owned by resorts, individuals, or homeowners associations.那个是小岛屿，那个另外一个区域啊，是另外一个区域。妈妈梅贝尔来了，等一下吧，哦，在后面是不是来了那个？妈妈梅贝尔。哦呦哦呦呦，跟你好像。That's a fin there. 哦，他那个，他游艇好大啊！乱讲好不好？在那边。拿到生物电尾巴了。And the price on the ship has risen. 好啦，各位，现在呢，这个是录影的一个模式哦。哎，老头之前直播的时候呢，一直找不到最后的收集品哦。然后经过老头上网去查资料之后呢，老头找到了收集品的位置，居然在这个地方啊、哦，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以为他会在这种比较大面积的部分哦，结果他居然出现在这里。所以说呢，待会老头可能会前往这个地方，把这个收集品收集完毕之后，100%嘛，我们再把二名的这个两个人物呢，把它解决掉，我们就会拿到生物电头部跟我们的结实的肌肉。好，拿到之后呢，我再把它做个升级的动作。再来把玩看看，最终强化的这个鲨鱼呢，究竟会长什么样子哦？我们就来瞧看看吧，好吧？100%，耶、yeah! ！完成啦！恭喜100%完成，有没有新能力？没有，失望透顶。好了，终于每一个区域都100%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啊，可以开始。直接增加我们的二名等级，那叫要来了吧？来喽，准备要来喽！哦，哇，那艘船全身都是电啊！哇塞！哇塞！他那艘船怎么弄的、啊？高科技船只啊，夸张呢！先把这弄掉。呀，来吧，冲啊！哇，这个电有点痛啊！可以先把下面的咬掉啊！哦，我还撑得住，好，咬掉，咬掉了，不会再发电了。撞起来，撞起来！我要拿我们的这个。闪电躯干，哎、欸，是闪电躯干吗？啊，就是我们鲨鱼另外一个电的能力哦，头部啊，有了有了，获得头部了，获得头部了。哦，来喽，罗伯特上校布伦利特来了，又是用电，来啊，来啊，最后一个二名，哇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感觉像一样像智障一样。等一下，那火箭筒不是吧？叫我居然拿火箭筒，有没有搞错啊？
你要先把这咬爆，对，这样会比较好打。他居然拿火箭筒、欸，哎，我天哪、啊！没关系，赶快把这船给弄爆。最后一样能力我就要到手了。去死吧！再怎么敌也敌不过我。结束啦！结实的肌肉啊！哦，赶回去，赶回去！这什么东西？哇，现在时间是直接来一个闪电的就对了。我看一下，啊，最后一阶打完了之后呢，他们现在的船全部都会赋予这个有闪电能力，是不是啊？先躲，先躲，先躲。The piece of the grotto enables the shark to approach the world with greater confidence. 等他那个探索结束，好，搜索结束了，我来看一下哈。这个、啊、找到了，生物电头部猛撞船只时，该进化形态会释放电极，让他们短路，让船只无法移动两秒。哦，刚开始长这个样子，我们来升看看。有办法一次升到最高，可以哦。哇，升到最高阶长这个样子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无法移动变成十秒了。再来，电牙齿、电驱、电鳍，哎呦，整个帅爆了！哇，完全体长这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《魔物猎人》里面那一只。啊，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然后呢，整套效果呢加50%的生物电伤害奖励哦，感觉有点猛啊。然后呢，来看一下这个结实的肌肉，该进化形态可以提升你游泳速度和甩尾伤害哦，是直接提升哎、欸，不会像这个啊。肾上腺的话是你快死的时候才会出现的、啊，这个是永久提升，甩尾之力、游泳速度全部都加10%，那升到最顶嘞。看一下够不够升，够，升到最顶各加30%，哇塞，妈，感觉有点猛啊！哇，最终形态了，全部都打完了、啊，任务通通都是灰制了，啊，全部结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威力如何啊！哦，所以说最后拿到这个能力之后，基本上应该算顶装了吧？啊，杀一下那一只鲨鱼，甩尾，甩尾攻击，甩尾，甩尾，甩两次就晕了，再甩一次，我好麻痹，好麻痹了。放下技能。哎呀！咬，好吃好吃。哦，别跑啊！这甩尾可以让他麻痹啊！撑住撑住，咬住，吃掉一个了，我又补满血了。来呀、啊，跑什么？还想跑啊？给我过来！结束。哇，这只鲨鱼比较有点像偏向于可以控场用的鲨鱼，速度上中庸，然后能控场又有持续闪电伤害。骨质鲨鱼的话呢，就是坦克硬拆船，然后呢速度缓慢。那影子鲨鱼的话呢，就比较有点像刺客那一种。游泳速度超级快，然后呢，又可以造成持续性的伤害，然后又可以补血，重点它又可以补血，哦，三种不一样的形态的鲨鱼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这个饥饿鲨呢里面所有完整的面貌，就是100%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该敲的都被我敲完了，已经没有任何玩下去的理由了。唯一要说，如果要说有理由的话呢，就是无聊回来吃吃这些鲨鱼，发泄一下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到这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。希望呢，我们下一集呢能够再见面哦。这个食人鲨的游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